家，我现在已经到宁波啦。我的新发型还没有跟大家录视频，我剪了齐刘海，现在有一点打绺，然后还染了挂耳染。其实挂耳染我最开始染的是灰色的，然后没两天就洗掉了。这期 vlog 呢，主要就是带大家去旅游。我不是结完婚了嘛，现在也不是算是度蜜月，就是想放松一下自己。因为我们本身定的度蜜月的地方去瑞士，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，就只能在国内小玩一下。第一站呢，我们就是来舟山普陀山。 来礼佛，我们飞来的是宁波。那这期 vlog 就从现在开始喽。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，朋友给他安排了一台车在这边等着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开车从宁波出发去舟山。我们在舟山订的酒店，第一天晚上住舟山，然后第二天去普陀山拜佛，拜完佛晚上回来呢就住宁波，第二天就继续走。其实我们这一趟旅程呢，就是走一步看一步，我们也没定都去哪里，反正第一站就是普陀山，第二站就是乌镇，我蛮想去那边看看的，因为那种古城我觉得很美，然后我也没去过，所以说。 就先暂定了前两站，然后还有就是昨天我们出发之前呢，去打了疫苗。为什么赶在这个时候打呢？因为我们定了7月19号就回温哥华，所以说在现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呢，我们要赶紧打完2针。那昨天打完，下一次呢就是在临回温哥华前3天再补第2针。然后打完疫苗的感觉就是，就这一小段胳膊有一点点酸痛的感觉，就像让人揍了一样，其他就毫无任何感觉，就是困吧。完美。 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简单的看一下，因为这次酒店特别小。这是一个厕所，2个洗手盆，浴缸。这边是干湿分离的淋浴间和马桶。这次我们订的是舟山绿城玫瑰园酒店，因为没有大床房了，所以说我们订的是双床房。这酒店就是还挺干净的，蛮现代的。我们现在2个人都想上大号，上完了之后就准备吃舟山当地的海鲜去。 给大家看看我们酒店的 view， 这边好像是江北，就是不是很繁华，都是居民区。因为我们查那些海鲜大排档什么的都在距离我们10多公里的地方。但这边的气候真的很好。刚才一路过来，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江南的这边的气候，包括这整体的感觉，山山水水的。我们刚刚从宁波开车到舟山，一共路过3到4个大桥，特别大的桥那种，然后。 差不多有5、6个、6、7个的隧道，因为这边都是山嘛，山和海。如果大家也有来普陀山礼佛的这个想法的话，大家可以飞到舟山，然后自驾呀，无论是自驾或者坐大巴车过来，一路的风景还是都挺美的。我们现在出来吃饭了，来这个海鲜排档，这条街上就好多海鲜排档，可能这边是海边，然后中间一个很长的路。舟山是标志性建筑啊，这是舟山标志性建筑，这个说，然后。 这边是海，所以说这一趟街都是排档。然后我们被拉来了这家，因为整个这条街都没有车位，它是自己占的这种车位，然后让我们来吃饭才给我们停。那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当地的海鲜。你是葱油还是清蒸？清蒸。葱油是哪种啊？是你们这。 葱花、蒜仁、鱼，这样葱下油、椒下油来的，1斤。好。2斤3两酒。好。啊，这是我们点的1磅沙虾，1斤沙虾。然后这是2个小凉菜，然后这边是当地比较有名的泥螺，它送了一点点。小泥螺好小啊。嗯，咸。 我们其实昨天打了疫苗，然后说打完疫苗3天都不能吃海鲜、喝辛辣，并且喝酒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就觉得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这边海鲜特别有名，特别想吃。然后妈妈帮我们问了人，然后包括当地的人也说，就吃海鲜没什么事儿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吃一点，不要吃太多。这个是虾饼，在小红书上看有人推荐的，说当地比较有名。这是舟山特产海鲜炒米线。 姜葱炒的3个就是甲壳类的动物啊，不是生物，一个是这个小人鲜，2种选择，一个是这种，一个是这种小一点的。最后一道是这个鱼，我们点的是黄鱼，然后是葱姜油的那种，味道要比清蒸稍微重一点点。 我们刚才吃完海鲜回来，刚才相机没电了就没给大家录。然后回来酒店对面有一个步行街，我觉得这个酒店还挺方便的。然后我们在步行街逛了逛，有一个大超市买了点吃的。因为现在才4点多嘛，但是今天又特别累，不知道是因为坐飞机早起的原因，还是因为昨天打疫苗，反正今天就是特别疲倦，所以说我们打算。 这个晚上呢，就一直在酒店待着了。其实旁边有个电影院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电影，不如就在酒店休息。然后买了一堆零食，今天就是一个 chill day。刚买了椰汁、水糯米和杨枝甘露，然后还有一堆小零食呢。那今天晚上就是这样，明天去礼佛，尽可能的跟大家录一点小片段吧。然后又出来觅食啦，在酒店对面的那个小吃街找了一家海鲜面，当地很有名的特色，所以过来。 觉得必尝一下。这个海鲜面呢，真的挺值得来尝试的。如果是东北人，可能吃不太惯，有点偏淡口。但是呢，这个面非常的鲜，尤其是它的汤头，我觉得很好喝。然后加了2种面，一个是那种米粉，一个是正常面条，两个吃起来就不一样的风味。 啊，我自己还挺偏爱于这个拉面的，然后里面的海鲜呢都是自己挑的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。好像必点的就是熏鱼，然后我点的是熏带鱼。给大家看一看我看到了什么饮料，它竟然变成了苏打气泡水，不知道是不是同品牌，这长得也太像洗洁精了。Good morning， 哇塞，今天的雨超级大，我们一会儿怎么上山啊？ 今天我们准备去普陀山，我有提前做一下攻略，就是去普陀山一定要穿素色的衣服，我就穿了一个纯黑色的 T 恤，然后下面穿一个这样灰色的裤子，底下准备穿一双白鞋。然后据说女生呢最好把头发都扎起来。现在是早上7点多，我准备下楼吃个早餐。我们这次来浙江赶上了梅雨天气，就是每天都是下雨的那种。 所以说也没办法。其实明天是晴天，但是赶上今天了，我们打算还是今天上山。 这个酒店的 logo 好适合我呀，这个 R， 跟我婚礼的 logo 也好像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左右侧3车道。由于今天的雨实在太大了，然后刚刚我们查那个天气预报，就整个今天一天的降雨量都非常的高，整个上午都是100%。今天一天都在下雨，一直到明天8点才停，所以我们最后更改了行程。我们现在去宁波，因为今天晚上住宁波，然后我有一个买了一个Gentle Monster的眼镜系在那里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还要出发过去，开过去差不多也就1个多小时的样子。 看这个桥头已经被云给挡上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宁波了，现在是上午11点多，所以还不够 check in 的时间。我们找了一下附近的采耳，在大众点评找的一家带头疗的采耳，好评还挺多的，环境也不错，来感受一下。 他按的是那种带头疗的。 然后加采耳，然后我的这个床就没给它拆，因为我只做采耳。我今天刚洗了头，再加上我胳膊也不能按，所以说就少了2个项目。掉下来东西吗？那个杯子是干嘛的？这里面水，等会要灭的。这样说对。它不会一直烧到这里。不会。外面下着雨，刚才往车里走的时候淋了一阵雨。我们现在来到一家宵夜，一个东南亚菜，泰国菜。我超级爱吃东南亚菜，正好在宁波本地也没怎么做攻略，不知道当地好吃的是什么。刚刚那家采耳呢，我觉得就是还 OK 吧，就没有说特别让我很惊艳的地方。种咖喱拌饭就超级好吃。 现在已经进房间了。我们在宁波住的是香丽拉大酒店，这个酒店呢非常的老，所以说也不想给大家room tour。 一进来还有一股潮味儿，这边的气候就是特别潮。昨天洗了衣服，然后晾一晚上，到今天在车里也晾，到现在还没干。然后现在呢，要跟大家开个箱，因为我买的眼镜到了。刚才顺丰邮到，我去前台取的，因为我们那天去沈阳的万象城逛街，然后。 买了两副墨镜，有一副是现货，然后这副没有了，他就说可以给我寄。当时第二天就要出来旅游了，所以说我就给他了一个，就是我预计的地址，就是这个宁波的香格里拉今年的新款。我买了两副，一个男朋友的，一个我的。给大家看一下今年的眼镜盒是长这个样子了。今年的眼镜盒也特别好看，就特别像 BV 的那个云朵包，皮质也是非常软。我是这样子的，我今年就特别喜欢这个小框框的眼镜，就前几年不是特别喜欢越大越好嘛，可以遮住脸，但今年就觉得小小的比较有个性。前一阵子不是买了 BV 那款吗？这次旅行正好没有戴墨镜，就可以用它啦。上脸是那种很洋气的感觉，很时髦的一个。 这样子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第二副，也是一个新的。这个虽然是新款，但是也是他们家比较经典的那种眼镜的形状。单看前面是这种无框的，然后侧面你看是这种透明深黑色的这种镜框。这两个镜子呢都是塑料腿的，所以说戴着都是很轻的。两种不一样的风格，它这个我也能戴。 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呢，跟大家分享几个，就是我最近比较爱用的一个洗护单品。这个虽然是收到一个 PR 产品，但是在我收到之前呢，我对它也是小有研究，而且刚好也很满足我的需求，所以说在这里也跟大家推荐一下。这两个产品是我最近就是旅游也是一直带着的一套洗护产品，头发的保养类品。这个品牌呢，其实最早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洗头研究所那个大哥测评种草的，这个是来自美国加州的 DTC 天然洗护。 品牌一听天然两个字，这个东西就特别加分。然后我入手这几款呢，也是他们家比较热门的单品。首先我先说一下这两瓶焕活元气洗护套装，主打成分呢有 Carmatin， 也就是植物仿生角蛋白。他们家自己独特的技术可以真实有效的给发丝补充角蛋白，与毛鳞片结合，并且不会被水轻易冲走，从而使我们的发丝呢变得更滑顺、更饱满。那这个护发素呢，其实用起来呢，照理说应该是没有平时就是那些比较廉价 的护发素硅含量比较高的那种护发素那么柔顺，但是其实我现在剪短头发了，用下来的那些滑顺程度呢，也不减那些平价硅含量比较高的。但是它呢，事实上属于那种长期滋养类的，比较适合头发受损的姐妹。洗护两瓶呢都是非常的天然，完全不含硅油的。我收到他们俩现在半个月，但是我其实洗头还是挺频的，因为最近天气很热。我现在的使用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。首先先说一下它的味道，它是那种甜橙的，有点像橙子软糖 的味儿，而且它的留香时间还算蛮持久的。这个洗发水呢，对头皮的清洁力度是非常不错的。洗完头发，头皮这边呢有明显的蓬松感。它们俩呢比较适合偏油的发质，透明的质地，泡沫打起来也是很丰富，可以配合他们家的这个头皮梳齿。这个上面是硅胶的梳齿，别看它长得其实跟两元店的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但是它使用感确实会好很多。因为首先它这个握的地方是很符合人体工程学的，它的这个硅胶毛软硬适中，而且这个长短要比正常稍微 长一点，所以说它真的挠头皮是很有效的，这样揉搓可以更好的清洁头皮。像我们这种长指甲的女生，挠洗头发不那么解痒，或者是那些比较薄的指甲的女生，挠头会对头皮有一定的损伤。那使用这个就会好很多，可以很温和的抓痒按摩，使用感也是非常不错，推荐给大家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也是他们家特别火的一个网红单品，刚刚忘拿出来，在我的化妆包里，就是这款他们家的生发精华。网上很多人拿它跟 Grow Gorgeous 相比，因为这两款呢都属于专业做美发的，而且两个也确实都有着生发效果。我之前呢也在爱用品中推荐过 Grow Gorgeous， 我在这边呢可以跟大家也做一下对比，两款我都很爱，但是使用感稍微有一点不同。首先是味道 ，Grow Gorgeous 的味道呢稍微有一点浓，是那种浓浓的花香，很多人可能不喜欢，但是反而它的味道更吸引我，尤其像第二天、第三天头发出油不想洗头的时候，然后给它用上去，就是可以很好的掩盖你自己上面的头皮味儿。如果不喜欢那种香味的，大家可以尝试这一款。Vegamour 是无色无味的，成分很天然，而且这个会更温和一点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再说一下它们的质地，像 Grow Gorgeous 那款呢，洗出来可能稍微略带一点粘稠，它是有一点像精华水的质地。那 Vegamour 这款呢，就是会更轻薄，更好吸收。但是两款使用完了之后呢，都是要给它配合按摩的，然后干了之后其实都没有说会形成头发打绺的这种现象。但是 GG 那款呢，会影响一点蓬松度，这款就完全不会。干掉之后呢，跟刚洗完头发是一样的。这种产品呢，就是秃头姐妹必入。两个呢，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一款。这个呢，就是他们家比较火的生发精华。接下来呢，还有同一品牌的这个 Vegamour 的睫毛增长液和眉毛增长液。这个其实我没有用多久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刚有自己就是比较喜欢、比较推荐的一个睫毛增长液，效果非常好。大家看我现在的睫毛真的是很长，也在这个视频的前后会发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但是那个睫毛增长液上眼睛真的非常的刺激，它是国产的，我最终也没有明白它里面到底是含什么成分，真的会使睫毛肉眼可见的变长，但是你每次涂完就眼睛会痒痒的，或者有那种刺痛的感觉，而且第二天你会发现你眼睛下面是有一圈红。那这个呢，我现在使用2周的感觉是，因为我现在睫毛已经很长了，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有它的效果，但是它的使用感真的非常好，很温和，无论是睫毛增长液还是眉毛增长液，用上就是完全没有，就是起码对眼睛的那种刺激感。它这个眉毛增长液呢，它的头头是这种像唇刷一样，随着眉毛的毛流往后刷；睫毛增长液呢，就像这种眼线液，在睫毛根部早晚刷2遍。对于这种其实贴近眼睛或者是嘴的东西，最好用那种比较天然的成分。像他们家这种天然的品牌呢，也是更能让人接受一点吧。用起来真的感觉还不错，也算是我期待已久的一样产品，今天也分享给大家。像我们的头皮呢，其实和脸皮是一张皮，在我们保养脸部的同时，也不要忽视头皮保养。那 Vegamour 这个品牌呢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他们家官网去购买。这个品牌最近也有入驻 Sephora， 更加方便我们去入手。那我会把这些所有的链接呢，都放在下面的信息栏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逛一下。我们已经到普陀山脚下坐船的这个码头了。今天天气非常不错，就不是那种阳光明媚的，不会很晒，点雨也没有。它虽然有点多云吧，但这个天气我觉得就是很凉爽的那种。那这个香是它分的比较精细的，里边有6种香，它求健康的，就是求平安的，求升官的，求财的，然后再过来呢就是求那个家里求子的，也就求人丁兴旺的，这个是啥？求聪明、求智慧、求学业都可以用的，求功夫、求武，这个是它求婚姻美满的，求姻缘的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候船厅，在等着登船，差不多20分钟左右。我们买的是这个商务座的票，也有普通的票，可能就是便宜一些，应该是20-30、30-40这样子。然后商务座就是100，没有那么多人，不用排队。然后有一个环境稍微好一点的候船厅，就是这样。我这次打的肉毒特别不好，就除皱的这个，看我完全动不了，抬不了眉毛，眼神压的就是，你看我瞪眼睛，瞪不上去的那种感觉，感觉剂量可能打的有点多了。我们现在登上这个岛，天晴了，现在天气超级好。然后我们打算在这里找一个导游带着我们的地方。那是观音菩萨的历史呢，有1000多年嘞。所以这个门呢，我们叫朝圣门。每个人呢，采地上的莲花。这个呢是我们普陀山上非常有名的一尊碎观音，也称海上卧佛珞珈山。相传呢是观音菩萨修炼的地方，有一条蛇精作怪了，想要把它夺走，于是呢使用腰斩。这个时候呢，观音菩萨用脚呢轻轻的一蹬，把一个岛呢变成两个，就自己躺着管制这一片地方。 这一尊观音呢，在全中国仅此一尊，小并拢，香耀其美，我自己的名气举得高，然后再怎么的拜，我再教你。今天真的好热啊，我们在这上山下山走了很久，浑身上下都是汗。 头发都粘住了，还好这个导游给我了一个伞，要不然又晒又热。不过今天还好人没有很多。我们现在要从山下坐索道上山，去佛顶山拜会稽寺。左边那是万佛宝塔，2006年的时候，谁家最低要拿1万块钱就可以供一尊自己家的观音。不对外啊？哎，现在因为都满了，都对外开放了。 Hello， 我们现在已经回宁波了，然后今天住换一家酒店，因为昨天感觉那个香里拉有点太老旧了。今天住了我跟我们同行那两个朋友一起的酒店，叫优素酒店，好像是一个快捷酒店，但是还挺干净的。然后大小跟香里拉其实也差不多。我是早上6点起床，然后7点从酒店出发。 开车从宁波到舟山的那个朱家尖码头，坐船登的普陀山的那个岛。如果大家想图方便的话，或者我们下一次，我是决定要么就住舟山，要么就住普陀山的山上，因为普陀山里面也是有一些酒店的。当天来回要4个小时。对。 因为当天来回要4个小时，所以说就是比较折腾吧，真的超级累，走了很多。然后我们今天也没有把整个普陀山都逛完。如果大家过来想来就是礼佛的话，大家可以准备出来3天的时间，就3天2晚这样子。头一天晚上到，然后第2天开始上山，起码要2个足天。 留在普陀山，那里面其实还挺够逛的，很多寺庙我们都没有逛，只逛了3个比较著名的，一个是南海观音，然后其次我们去的是普济寺，然后还有就是佛顶山。今天我们找了一个导游，由于今天不是周末，所以说我们很幸运，坐车呀、登缆车呀，什么东西都没怎么排队，然后找导游也是稍微会便宜一点。我在网上看，有些人花了600、700，像我们今天只花了300，就是全天服务的那种导游。我觉得请导游还是挺有必要，尤其是给没 去过普陀山的朋友，他会给你介绍每一尊寺庙，他还会教我们如何拜佛、请愿什么的。那像是我们这种什么都不懂的小白，旁边有一个这样的导游教，也不会做错嘛。如果是怕晒的女生啊，大家一定要戴好帽子啊。然后去礼佛呢，可能会有一些讲究或者一些禁忌。我是根据上网查或者是看小红书来跟着做的。比如说佛之前我会吃素，能代表我心诚嘛。然后第2点呢，就是女生的话需要注意，就不要浓妆艳抹，有流 刘海的记得要给它拿上去，最好能露出你的额头，然后头发也是给它梳好，然后穿着呢也是比较保守吧，就不要露很多颜色，最好是以偏素色为主。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根据自己吧，心诚则灵。普陀山上也有很多礼品店啊，包括吃的，你如果早上没吃饭，可以在山上吃素食。然后我们今天买了那个顶上的玉米和素馅包子，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。也会有一些餐厅，所以说如果你时间来得及，可以在餐厅上吃吃饭。我们来回去 普普陀山的那个船票，买的是100块钱每一位的快艇，确实省去了很多的时间，不太用排队。候船室的环境也是很好，快艇也要比那个大船要快很多，就是登岛的速度会快一些。都是我这次去普陀山的一些小小的经验，希望能帮助到也想来这边礼佛的你们。我们一会儿准备和朋友吃一顿四川火锅，然后晚上在宁波再住一晚，明天我们就要去乌镇啦。